贵州自驾到泰国的第三天，我们在云南蒙自。既然来到了蒙自，那一定要吃一碗菊花过桥米线。门口都坐满了呀！哇，这个人无敌多，你看排到这里了。哇塞，要一碗菊花的，然后要两个儿童的，一个20的。我们点菊花过桥米线就不用排队，好神奇呀！你看这么多人，我们竟然不用排队，太棒了！几分钟就上菜了。菜真的好多呀，对吧？菊花，谁敢吃这个菊花？老板说要先放下面的，下面的是生的，然后再放上面的。韭菜，花瓣，哈哈。对呀，这是银耳，豆腐皮，豆芽，豆豆吗？豆豆。油渣吧，这个是。这个是肉。还有，快点！好，这是什么肉？火腿，像火腿一样。这才是酥肉。好的，谢谢。这是20的，这是36的。哇，有声音！一次。哇，米线要去！哇，太多了。这个盆你看有多大？怎么这样味道？好吃吧？对不对？和白菜一样啊。好吃吗？坐在路边的，看到没？因为里边全都是人。这里看到没？他们过河，天哪，这么多的牛。